好了，李姐，就你们有没有那种去了 KTV 不吃不喝就拎着麦克风嗷嗷唱歌的朋友啊？有几个贼爱唱歌的朋友，几个人跟我们去 KTV 真就纯唱一晚上，每次一个人也五六百都要去。你看他们点歌的样子，就盯着大屏幕等待自己歌的那个眼神，都好像不是在唱歌，是在好声音海选后场。而且他们不仅自己唱，还拉你一起唱。然后我说实在不行你们就回家吧，也不必要每次来一个人头钱。有个东西叫线上 K 歌软件，就是一个麦克。我下了这个 APP 真的很有意思。上次我随便进了一个房间，浅浅听了一下他们的说唱。现在这玩意唱了好久啊，算了，那我就开个合唱房间混一下。没一会儿进来一个小哥哥，声音真的太好听了。Hello, 然后我就发现混子不是我一个。我真的甩脸了，我想难得遇到一个声音这么好听的，不会唱我还不会听吗？我可以当气氛组。所以我就换了一个逛了听歌的房间，搞了个我的歌单挂在房间里，然后把状态改成了一起摸鱼。这个 APP 还会显示你在线摸鱼了多久。那我也没事干嘛，我就跟那个声音帅哥一通瞎聊不？就这样聊天的时候，氛围就好多了。哎，聊聊喜欢的音乐，聊聊喜欢的歌手。我说我第一次用这个 APP， 他说你去 MacLab 听听看，说有很多原创音乐人集结在这里，每晚都有说唱来，很多用户也会自发加入一起狂欢。让我脑补了一下这个小哥加入一起说唱的画面。算了，给你们放一段，你们就知道这个社区氛围有多好。想去 lab 的真的可以去显示一下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小柯长得挺像鹿子，我还想接着跟人在唠唠的时候，我朋友晚上来我家找我，就手机一人开始跟他唠这个事，顺便还提了一下我在电影节碰到一米八的天天。女人之间的八卦大概就是，就麦克上面那个男的，哇，声音巨好听，张嘴就唱到我心上。哎，他唱歌为什么这么跑调啊？整个走音上去，这个没有人可以赢他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是电影节是 Amy 的那个朋友，一米八八，身材。照片，这种歌的声音发上，我没关麦。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？因为人家对面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唱歌吗？最重要就是开心。”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比你说那个一米八八身材好。行吧，那就不开心吧。穿梭时间的画面的真。